小张今天来赶海了，现在真的是秋高气爽了，天气是比较凉快的，还有点小风，赶海很舒服啊。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哦，看下来就发现我爱吃的螃蟹了。哎呀，还躲，别走啊！上哪去？上哪去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别！他不愿意跟我走，来，一只金丝甲红，还不错，吃了啊。这地方咱们石块翻翻看看啊。哇，它真翻到螃蟹了，看看看，在这吐水呢，嬉戏的，在这玩呢，嘿，哎呦，这只个头没有那只那么大，也还行啊，是只公的，还行，来吧，看我这里，还不愿意松手，走，带你们去找几个伙伴去。肯定不会放过我，出来出来，把这么大的货不说也不行了，出来出来，来吧，哦，出来，这怎么办？哇，他在里面挣扎，出来，感觉再拽把他钳子就要拽掉了，不行，出来，出来，哎呀嘿，把他晃出来，我的妈，挣的太有力了。放弃了，出不去啊！你看他在里面挣扎的，水都红了，卡得死死的。算了吧，这只不要了，真的弄不出来。弄出来的话，他也是钳子掉了。这些地方都很有可能会有螃蟹藏在这些地方。啊，那只好气啊，居然拽不出来。我也是太善良了。哎呦，看，这边这是个什么？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拿出来看一下。妈。哇塞，这是大海螺，好大呀！上两天也捡过一只这么大的，是不是感觉要有我的脸大了？给大家做个对比，有没有我的脸大啊？是不是？这只得多少钱？太大的海螺，收了，回家切个片啊，一盘辣炒牛肉，收。出一条鱼，跑了跑了，哎呦，哎嘿，妈呀，上车那边，大石滩，哇，这真的是偶遇啊，哥们儿，缘分啊，哇，上岸太保留了，这个刺儿有，哦呦呦呦呦，嘿嘿嘿，靴子漏水了，来来来来，哇，张了个大嘴，肯定也是在这缺氧。在那个石缝底下，哎，游游游游游，哇，这一样了，一样，哎，哦，哇，你看看看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是一浪打上来的，白鹅呀，什么情况？黑蟹已经在沙里头的，哎呦，好多这种白蛤蜊，好多呀，输了，这边还有，哇，
里是养殖场的附近啊，也有可能是撒的苗被淌出来了，刚刚一浪给我送上来了，又来大浪了，看下一个浪有没有了，抓紧紧啊，这白鸽回家炒一盘可以，这个肉很肥呀、啊。这里还有几个呢？还有啊，哇！我都没注意呢。石块颜色一样了，一样。哎，哦，我的妈！哦，逃脱了，回来，这也太凶了吧！上来就用墨攻击我。看这只个头还不错。哇，这只不大，但是很肥。收了收了，来。哇，看看看，这边一只，这边这只大呀！天哪！哇，这只大，这上海大巨无霸八爪鱼。这只脚底下吸在那个石缝底下，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哎呀，我这天天被章鱼欺负了，这只可以，这个头好大，脑袋也特别的大，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大米啊，哇塞，哎呀，回家养了当只宠物应该也不错，给它收了吧，这只得2-3斤啊，哇，还在吐水，来，收了啊。水坑里面果然发现了一只宝蛤蜊，嘿，给它夹走，带着吧，继续走一走啊。这边，哇，这边这只大毛蛤蜊，这只可大呀，把它撬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嘿，这只还行，挺肥的这个，啊，咱也给它带着了。哇，前面这边又一只。哇，这只红色的耶，大八爪鱼，是不是还没有变色呀？哦，你看一抓它，身上就变色，颜色由浅到深，由深到浅。哇，看这只大脑袋，这八爪鱼太大了，我都真的不忍心抓它。哇，来吧，那咱就不客气了啊，别吸了，别吸了。哎呦，出来出来，哇！哦，这一只个头也不小，没有那只那么大，但也还行。它这只啊，脸上长了痘痘，你看，长了好几只痘痘。这只也可以啊，它那个吸盘吸着我的手啊，感觉我的手上跟过电似的，太凶了。来来来，进来，打点水打点水。两只啊，拿去海鲜市场卖，这两只得卖好几百。哇，不是吧，这么大一只八爪鱼啊！我上来发现这边教室区这里，你看还在动呢，这是大八爪，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也太肥了，这一只好大，热的在这边没有什么活力了，看，这只得有几斤啊，大哥，你猜？2-3斤。没有3斤，2斤多吧。这个里面应该是没有大米的，我试着了，空空的。也不知道是只公的还是只母的，哇，这也太大了，这个回家得怎么吃啊，这种啊，这回家怎么吃比较好，整个煮出来爆头，可以，你看那个吸盘还在吸着我这个手臂的，看，咦，看还是有一点点生命力的，咱把它放到桶里面吧，它在跟我翻白眼，你看它在藐视我，带着它，
大了，会动的啊、哦，还是火的，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有点晒的。咱们再上里面找一找，这是，这边这是一个海螺吗？哎呀，我看又是只火的，是只壳，哎，壳也不是好玩，不要了。咱们从这边刷一下这方向盘啊，哎呦，看最底下躲着一只什么？长腿，看，那爪子还一直吸着我，可以啊，给它带着了，收。今天这个货还是火吗？哎，石块底下，什么也没有。哇，哎呦，这边。好小呀，是一只这种幼虫吧，小豹头，个头不是很大，很可爱啊。来吧，今天的八爪鱼还不少了，再继续。看看，这应该是个小沙包吧？这个鼓包下面，哎呦，你看看看，东西在动了吧？你还真会钻呢，钻这么大，在底下凉快吧，受不了。这个猫眼螺，刺啦！哎呀呀呀，这一包沙，回家得吐一吐沙再吃啊。嘿，香螺一个，放到桶里面待着了。看这一边，你看这个沙包啊，混在这当中，看到它这个壳了。其实它这是高起来的这一块，这上面都是它的粘液。嘿，出来！哇，也是一只猫眼螺，这是那个肉，好肥呀、啊，特别的软。这一只，咱们把它洗干净啊、哦，然后把它的水捏出来，就又可以解压了。刺啦！哇，太好玩了，收了。又可以玩又可以吃，你看这个箱子，壳还特别的漂亮，壳回家还可以做一个工艺品，是不是？带着了。前面可能发现有硬东西，也没钻进去，露着个壳在外面。哎呀，挺晒的，是不是？拿点水洗一洗。噔噔，这个肉也不小，看白花花的这个大肉，滑滑溜溜的。来吧，那咱就不客气了。哇、哦，看这个肉，哇、哦，太过瘾了。又收了一只猫眼螺，不错了，大家一起煮着吃就行了，带着了。看看这边这个粘液。这个地形有点不太好分辨呀，这鼓包在哪儿啊？有没有货呀？呦吼，看到了，看没有？哇，这也是只猫眼龙呀！你倒是挺会钻，很聪明啊，这只比较机灵。呀，没有办法逃不过小张的法眼。嘚，哇，又一包水，这个个头还不大呢。这种越小的反而越精，怎么样？这回家直接起锅烧油就行了。收了啊，这石块底下呀。能不能有螃蟹啊？感觉像这样的潮水一般，吃不到什么货了。仔细的翻翻看看，在这些石块上啊，这些都是这个战略帽，好多呀！这种小鲍鱼，石缝中间都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些，啊，这边上有两个，哎呀，太紧了，今天没带那种工具可以把它们。跳下来的，哦，下来一个，呀，这打哪去了？啊，这里好多呀！这种鲍鱼还能再长大？我的妈呀，手也抠破了！你看，这刚下来，见手就被抠破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锋利了！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刻下来一个，这是有肉的啊，回家可以炒着吃。太小了，不要了，咱们去找找别的吧。啊，我转眼一看，这边有一只螃蟹。好大的赤甲红了，困在这里了，我救你出来，从这边，嘿，这边有个口，出来，哇，这只好大呀，看，一只大红腿在这底下呢，哇，光看那个鲍鱼去了，没想到下面还藏了一只大货，吃了吃了，给带着啊，过来看一下，这边这个石缝中间也是一只赤甲红，哎呦，这只个头也不小呀，给大家看一看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是只公的啊，这只。哇，看这个大钳子，好粗壮啊！哎，别走了啊！
见面都是缘分啊，相识都是朋友。抽了这一只，个头也不错。来，放桶里面。看，没想到今天这个货还行，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。十块里钱。好了好了，看看。哇、哦，这边看，哇，又一只。哎呦，这天别说凉快啊，这些海鲜还愿意出来。这是一只花蛤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很活跃了呀？但还是活的，怎么回事？螃蟹被淹死了。这是公的，还行，带走吧。这边瘦了一只腿，可能刚刚受到攻击了，给带出去。今天这个潮水啊，涨得也特别的快啊，咱们抓紧出点时间吧，省得一会儿出不去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边一条须，哟，大龙虾！别别别，大龙往后退，出来往前往前！我的妈呀！哦，哎呦，好大的一只大龙虾！我刚就看到一个须的，然后在这个水当中，哦呦呦呦，你看个头不小的，还很活跃呢。来来来，跟大家拥个抱吧！哦，这大钳子，回家蒸着吃就可以了啊。这一只啊，这个尾巴肉得不少。给我儿子吃吧。哇塞，今天可以，虽然有点危险，这个风还有点大，收获不错。把这大龙虾拿去市场上得卖200-300一只吧，是不是？真是不少钱。带着带着，哇，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，咱们继续往前，哎嘿，继续找一找啊。凶了，受了啊！这一只指甲红个头不小，走吧，继续。就像这些边边角角说啊，哎呦，这边是不是有东西动了一下？哇，大钳子！哎嘿，这只大，这只大，哦，别走，我用渔网吧。我的妈，这钳子坏了！看，这只指甲红可以啊，这个大红钳子。太肥了吧，进来，又收获一只。今天这个收获还不错。天哪，这个水坑里面怎么那么浑呢？这里面该不会是有什么生猛巨物吧？这里的水还行，也不是特别的深。我用渔网划了划了看看，有货没有货？没见呀，下面看不见，也不敢伸手去瞎掏啊。哎呀，你看，看看看，看那个石缝中间的水是什么呀？我的妈呀，这是一条鱼吗？上哪里？哟哟，哇，看，这条是马面鱼是吗？是活的耶，可能这里就是它在这里游的，都浑了。这个是马面鱼对吗？嗯，看小鱼鳍一直还在这里动着。这个可以啊，快收了吧，这个很好吃啊，而且很贵对不对？这个是它的导航吗？看它那个嘴巴，那牙齿有点龅牙，就是啊，你好整牙了哥们儿。说什么？给收了。这一条好长啊。
哇、哦，看一下，前面那个水坑里面，这是一条大石斑鱼啊！哇、哦，搁浅出来的，这个鱼不错。老头，哇塞，看这条鱼真是不错，我给它放桶里了，趁它还没有挣扎。哦，哇，今天这个鱼反应都有点迟钝，可能是热的。哦，我的妈呀，这条鱼个头不小呀，收了啊。在这个水坑里面游成这样，你腰受得了啊？收了啊！好久没吃到过这种鱼了，应该很鲜美。我赶海的时候啊，经常会发现，就是这些石头底下老有这种彩色的，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长在上面的，就好漂亮啊！这颜色，看这里面有好多这个蜡螺耶，它没有长大，这种蜡螺还可以再长得大一点。我在这一套水坑里面。找找看看，哇，这前面是一条海鳗哎，是不是？还挺粗的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哦呦，哦，哇塞，你看这个鱼这个牙特别的尖锐啊，这条可以，还挺粗的，放到桶里面。哇，你看，哦，很凶这种鱼，一旦把它惹毛了，它就会咬人。再往前面看一看，前面这个大鱼还挺幸运的。刚退完潮啊，可能是被浪打上来了。我这边又一条，也是一条海鳗，这种海鳗刺儿比较多，但是很好吃。哇，上了！哎呦，哇，这条线，哎，游走了。这条线很灵用的，嘿，哎，等我把它一举拿下。哎呦嘿，哦。哇，这条可以，这条小瘦，但是它很凶。哦，哇，哎，又跑了，啊，咬我了，哇，直接穿过我的手套，刚刚那个牙齿，应该没咬到我的手吧？惹怒了有点，它有点惹怒了，越惹毛了，这东西又不好抓，用网嘛还不大好抓。来，你看，咬住了，来，上桶里面吧。哇，别咬我的脚，这怎么办啊？他先咬我，我不敢抓了，害怕。试试吧，那水红了以后，一会涨潮就抓不了了。慢慢的，好，哦，抓住了！你看，他把他的牙齿勾到这个鱼鳃上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凶，是不是很凶？他这个东西，这个牙特别喜欢咬东西。咬到我的手的话，那就完了。哦，它是不是下不来啊？把它俩分开吧。分开。你咬到你的伙伴了。哦，可以，两条。哎，赶海的时候抓了一只这个大龙虾，然后呢，我想上这边便利店里面再买一些好吃的搭配着吃。走吧，去选一选。一个麻辣香锅和日式鳗鱼的饭团，我儿子要的。蛋糕杯，感觉这个好美呀、啊，很漂亮。我要巧克力牛奶吗？可以，拿一个。这是巧克力牛奶吗？是。你看一看，爸爸，这是吗？嗯。是吗？嗯，是。来个这个，鸡柳、鸡胸肉，好不好？那是蟹棒吧？哦，拿个蟹棒和这个鸡胸肉吧。妈妈，蟹棒不想吃、啊，好，带着。你好，我们这边选一点这个。你要什么？要一个这个。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下面也要，每一种都要吗？对，上面还有大鸡腿，这个关东煮感觉也不错，还挺全的，咱们选上海带，今天选的这个是辣的，然后这个福袋，豆腐还不错，大萝卜，上次来就没吃到，这次有了，再选两个魔芋丝吧。好嘞，这些啊，一共是花了140块钱啊！走吧，咱们回家尝尝好不好吃。咱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啊，这个大龙虾赶海收获的，因为太热了啊，回到家已经死了，放到锅上蒸一下，得蒸15分钟。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饭量比较大啊，刚赶完海也比较累，咱们再下两包火鸡面啊，补充一下营养。补一下，哥们儿你咋的了？被人煮了？你看，红红的大龙虾，熟了。可以上桌了啊！咱们给火鸡面里面添两个鸡蛋啊，
起锅烧油。哎呀哎呀，我天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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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情况？煎上两个就够了。这个火鸡面是很辣的啊，咱把这个酱料包挤进去，两个都放上吧。哇，那一会儿吃起来会很过瘾啊！搅拌均匀啊，这色泽就看起来很诱人。你想吃吧？想不想吃？唾液已经在分泌了。两个荷包蛋也加进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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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什么情况？这个蛋黄全部都流进去，这样一会儿更好吃。这个火鸡面看起来吧，多少还是有点单调啊。咱们在便利店买的这些纤维棒，给它丰富一下啊，应该就会更好吃一点。来安排，江江，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不是很丰富了啊？看起来也更有食欲了。咱们准备开吃吧。赶海是真的太耗体力了，我好饥饿呀！先嗦一口面，嗯，蛋，一定要卷上这个面。那个蛋黄啊，配上这个酱超好吃。嗯，在口里爆浆，再来一口。嗯，哇，这个手枪腿真的好多汁啊，一直在往下面流那个汤。哇，这味道简直绝了，好好吃。大口吃肉就是那么幸福。再来一口面，嗯，这个是蟹柳是吗？很鲜，一丝一丝的，没有什么别的味道。这个大萝卜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，看起来就好美味哦。哦，这是煮了多久啊？啊，神奇的味道，入口即化是不是？啊，嗯，真的很好吃。说不上来，就是好吃，好吃到词穷了。嗯，来口这个大福袋，里面应该有夹心。哇，鱼子福袋，里面有那个鱼子儿。哇，在嘴里面是滋啦滋啦。啊，这半个留给大哥吧。就是那个里面的豆腐，感觉也不错。哇，好嫩啊！是那种千叶豆腐，但是又特别嫩，无比的嫩。好吃！来吧，大龙虾上场了啊！把这个头豁开，哇，这都是籽儿啊！呀，籽儿掉了，黄，这是黄是吧？嗯，无比的鲜甜，真的好好吃。把这个壳全部打开，这个虾肉啊，最好就是蘸点酱油，加一点点的芥末，是最好吃、最原汁原味的了。嗯，哇塞，太享受了，超好吃。来吧，咱们。一口就要吃完了，这个小龙虾看起来那么大哦，煮出来就这一块肉最好吃。嗯，哇，嗯，这餐真的是吃的太过瘾了，我们得继续吃了，和大哥一起分享。今天赶海的时候抓了一个这么大的大海螺，然后呢，我回家想叫个螺蛳粉，然后去再去买个榴莲。今天没有榴莲吗？今天有没有榴莲啊？你多少？我有啊。这不小呀。有大点儿，有小点儿。就是冷冻的是吗？那个都是冷冻。这个贵多少钱一斤啊？85这个。85一斤啊？这一个得几斤啊？
你现成三四斤吧得。三四斤啊，那得好几百就是了。嗯，300左右的。那也太贵了。因为刚刚在外面没有买到榴莲，我从网上看一看吧，咱们叫个外卖。这48块钱能买到榴莲吗？47块多能买到吗？89的现剥榴莲，要一个吧。剥好的。剥好的，哎，怎么才49啊？还有优惠券。再要一份螺蛳粉吧，选个鸭脚的。我想着有个鸭脚的套餐。选个套餐吧，鸭脚套餐，然后选个特辣的，要豆泡吧，煎蛋自己家里煎就行了。来，去结算，这些是25元，有抵用券，用上。好嘞，支付，半个小时就到了，等一下啊。这一些啊，是我今天在海边收的这个螃蟹啊。可能回来的路上已经被捂死了，咱们给它蒸出来吃一吃，正好得蒸个10分钟吧。这是我今天赶海收获的这个大海螺，这也太大了，把它放到水里面煮一下啊，冷水下锅煮5分钟。螺蛳粉一定要配煎蛋啊，起锅烧油煎2个荷包蛋。螃蟹也熟了啊，咱们把它从锅里面捞出来，挺肥的，哇，这个季节的螃蟹真的最好吃了。好，上桌。刚刚叫的这个榴莲已经到了啊，啊，胖臭，这个就是螺蛳粉了，叫了一个那么辣的，应该很过瘾啊。把这个螺蛳粉放到咱家这个大碗里面，不然一会儿倒上汤啊，就渗出来了。我要了那个鸭爪的。哎嘿，给它倒上这个辣汤，哇，感觉也不是很红的感觉啊，这个香味完全迸发出来了。刚搞完海，口干舌燥的，喝口水吧。先润嗓子，开吃啊！吃个榴莲吧，好久没吃这个了，这一小块就花了我50多块呀、啊，说实话。有点昂贵啊，嗯，哇，好甜，哇，大口吃榴莲还是很爽的。听说这东西啊，热量特别的高，嗯，但是热量越高的食物，吃到嘴里面幸福感越强，嗯。这是刚刚煎的2个鸡蛋啊，哇，煎的火候是刚刚好好啊，放到这个螺蛳粉里面，咱们一起来充分的搅拌一下，让它吸满汤汁，将会非常的美味，哇，这个味道就已经很拿人了，来口豆腐泡吧，这豆腐泡里面肯定都是吸满这个辣椒油，嗯，这是什么生鲜味道？鸡蛋，看上面都流油了。嗯嗯，嗦粉太快了。嗯，再来一口这个豆腐泡。真的太美味了。这个是鸭脚吧。嗯，一秒就能破骨。嗯，人家美味。吃口串串吧，看起来就很诱人呢。嗯，哇，鸡皮串串，上面堆黑胡椒的，好吃。先一样尝一口，下来留给大哥啊。哇，油炸的不知道吃是什么东西。嗯，也是鸡肉，有种甜甜辣辣的感觉。这是个丸子，嗯，但就是普通鱼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尝尝这个，这个是番茄酱吗？
里面是那个脆骨，它就嘎吱嘎吱的，还行吧，有点甜味。这个是什么版的？好像是什么肉丸。尝尝我今天抓的这个大螃蟹好不好吃啊？看肥不肥呀、啊？这没个黄啊！嘿，哇，这边还行。还行，原汁原味的，就这么吃就很鲜。反甜。再来一个，这个感觉还稍微肥一点，看这里面这些肉。好鲜美。肉黄很鲜。看这个大钳子里面得好多肉。看这个都是它那个蟹肉啊。那我就继续的愉快的说粉了啊。今天我要跟大哥用一天的时间去逛一下九寨沟，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，今天是有雨的呀啊。今年来参加西瓜普类有一点不好的就是雨水特别的多，成都也是雨，然后这边九寨沟也是雨，每天都下雨。这边的温度啊大约就十几度啊，我每天都穿着秋衣秋裤。我们现在大约要坐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九寨沟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旅游景点了，刚刚买了票，一个人是259。刚刚在底下一个餐厅里面，要了点吃的啊，这一份面一个汉堡，还加上一个可乐，这一切一共是花了68块钱。人家大哥还说不贵，先垫一口啊，一会儿要耗费体力的。这面很劲道哎，这一碗是28。这是一个自推宝。大哥点了。刚刚吃了点东西，吃饱了，我们还有需要坐这个大巴，然后到里面才可以欣赏风景。这里是长海是吧？下面的景色特别的漂亮，你看，哇，远处的山，还有这个碧绿的湖水，真的好美啊！怎么收费啊？给你送50。来，韩姐你试，我是然后换几套衣服。随便你照，我给你换三顶帽子免费换。要不要拍一套？拍一个，来一次了。来，你这都特殊了，过来。去拍个照片吧。我给你穿。我整个人拧不起来。我个子可能太矮了。美吗？美。就是这个。这么漂亮吗？你在笑话我？是香妃的那种服装吗？漂亮吗？去那边我们专业的给你装饰。真的好看吗？真的好看。我刚刚又换了另一个帽子，一个装饰，我自己都看不见。你们觉得哪一个更漂亮啊？再去那边拍两张照片，做个纪念。现在换的又是第三套服装，上面都是珠珠串串的，我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，哪一套最好看？歪了。这套好看吗？好看啊。给我拍两张照片吧。好了，刚刚一共换了三个帽子啊，然后是50块钱的费用，我现在拍完了，把衣服还给人家。这边编头发是怎么收费的？10块钱两根，10块钱两根。小辫子刚刚已经编好了，然后我又选了一个这个披肩，因为这里真的是有点冷啊。老板，我这边给你付钱吧。你看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？这个以前是这个菩提是70多，现在是便宜了。菩提是70多。我现在开张生意。你帮我选一个吧。你喜欢什么你自己选。那这个红色的是什么？红色的是珊瑚。珊瑚啊。红色的也可以。你蛮漂亮的。我带一个试一下可以吧。你试没事，随便试。带哪一种？快点的吧。您是的。怎么了吗？急什么？快。装的没皮。知道。哎呀，这个人拿脱手的就没想起来了。觉得香。真不容易哦。不是，人家他们有他们的职责，对，互相理解一下。他结婚了啊。好。帮我们去下面看看，一边走着一边逛逛。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是五彩池啊，真的太漂亮。看，碧绿的，清澈见底。你看，
水为什么会发出那种蓝色的？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看。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旅游区的一个纪念品售卖的地方吧，这地方很大啊。然后我这边打算选几样回去送给家人。你看这边的这种耳坠特别的漂亮哎，就感觉很有这种民族风情。小一对戴上，然后拍照应该还不错。这一对漂亮吗？漂亮。漂亮吗？大家觉得好看吗？选一些做纪念品吧。这些都怎么卖的？一样的。25。对。这个是红色的。你看我戴哪一个更漂亮一点？红色的。红色的漂亮吗？但我的身上感觉红色的东西太多了。不给家人带一些这种银饰回去吧。对，银饰。就是等于这边的特色是吧？对，这边的特色。我在这边一共选了一束这样子的耳环，然后还选了三个这个银手镯啊，这纯银的。这个给我大姑姐，然后这个给我那个朋友。这个给我婆婆，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放到这个袋子里面。放到袋子里。嗯。现在我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洛日朗的瀑布，好美啊，特别的壮观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听说当年在《西游记》，美猴王这个水帘洞就是在这里拍的啊。音乐起。到的这个地方啊，是五花海。看这个大池子，真的碧蓝碧蓝的，好漂亮啊！树木清澈见底。我现在是又花了100块钱租的这个网红藏服，对，然后去拍照片。我感觉这个更漂亮一点吧，比上午的那个冬装，感觉要更美丽一点。还要编个头发。黑巴扎黑是这边的歌吗？哎，巴扎黑。啊，巴扎黑是什么意思啊？巴扎黑是谁？吉祥的哦，吉祥话。好嘞，我们去拍照吧。背过去。啊？背过去。你在拍视频啊？啊。哦，视频就不要拍了吧，一会儿直接给大家上美照就行了。花了一天的时间把九寨沟逛了一下，还有好多景点没有下去，因为真的太累了啊，这个腿肚子一直在颤抖。整体而言吧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值得一来。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玩一玩。